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欢迎收看飆股急先锋，我是主持人张怀慈。昨天晚上美股重挫，尤其费城半导体指数跌破了年线，导致今天台股一开盘就直接跳水，中场呢是大跌了285点，不但呢是收在今天的最低点，而且也跌破了16100点的整数关卡。明天又是礼拜五了，盘势该怎么观察呢？赶快替你请教专家。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林中祥，中祥老师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再来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严志恒，志恒你好。主持人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中祥老师就要请教你，今天台股好像不太有心跳，又要救都没有办法救活，因为它就是收在最低点，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而且明天又是礼拜五了，到底还可不可以乐观期待啊？好，首先今天很多同学一定是心灰意冷，对不对啊？老师怎么会收在最低点，连下影线都没有？哎，盘中有拉。谁讲没有下影线？盘中有拉，对不对？啊，盘中拉做当冲，能不能赚钱？当然可以赚钱了。你今天如果威盛开盘119敢买，盘中拉到124，你还赚钱呢？老师，我拉上来我没有冲，我尾盘才冲。啊，你猪八戒啊，为什么要尾盘才冲？啊、哦，中祥老师有讲一句话嘛，当冲跟抢银行一样。抢到就好哈哈哈哈、哦、所以同学，庄家老师的金句很多啦，事不过三，当冲叫抢银行，抢到就跑啊，明天再做好不好？赶快加赖加赖加赖啊、哦、分享飆股的攻击模式。好，刚才怀慈提到说，老师今天收最低，放心，明天开低会走高，开高也会走高。老师，美国股市跌太多了，啊，今天外资卖了200多亿，自营商卖了100多亿，外资跟自营商加起来卖了400亿，没有一只股票跌停板，还有股票涨停板，谁在涨停板？老师告诉你的股票在涨停板，谁在拉尾盘？老师告诉你的股票在拉尾盘，啊，你也不敢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明天怎么做？赶快加赖就对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，开低震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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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老师，最后没有信心啦，冲掉，结果你都冲在最低点，对不对？啊，2388，老师，你 call 我啊，118附近买，我一个同学买在119，118119其实差不多啦。啊，今天118没有买到，因为最低。哎，老师，为什么要118？你知道吧？就258嘛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这里买到还拉到平盘呢，你有没有赚钱？有嘛？啊，这是不是抢银行？是嘛？啊，抢完有赚，你还不跑？哎，老师，我做冲最后一盘，结果你买119冲119，哎，猪八戒，你看一下。昨天外资买几张你知道？昨天威盛外资买几张？哎、欸，买7000多张哎、欸，今天搞不好又卖个3000-4000张，哎、欸，外资昨天把你拉到涨停板，你也不晓得跑一跑。你看外资昨天买多少？7000多张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外资昨天还卖多少？外资昨天卖75亿哎、欸，结果买了7000多张的威盛哎、欸，老师你怎么知道？昨天威盛拉到差一档涨停板。你又去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要这样做嘛，老师教你嘛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万一明天威盛开低呢？开低你就买。啊，老师，你有教我的258，啊，威盛开低你就买。好，来，今天有没有股票拉尾盘？杨志拉尾盘了。我在直播哈、哦，我们公司有直播，我说这一只股票有低你就买。你看是不拉尾盘？哎、欸，你看哦，都在均价线哦，都在均价线，是不拉尾盘？安国又继续涨停板，我也没有讲，我也没有告诉你这些股票，你也不敢买啊！打个电话进来，老师来带你行不行？啊，所以。来，昨天晚上告诉你什么？昨天晚上告诉你什么？啊，
我说伟影，涨停板的隔天竟然开低，怪怪的，今天是不是跌下来了？伟创还是比广达跟技嘉强，伟创没有破底哦，伟创没有破底哦，广达跟技嘉都破底了，谁带你买技嘉的？我知道啦，有一些老师啊带你去买技嘉啦，破底了。还想跟我打赌说技嘉不会破底，啊，跟我赌的从来没有一个赢过的啦，真的啦，啊，好，在这里来看，啊，来看一下安国扬智，安国扬智，安国扬智，老师，我今天真的不敢买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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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敢买，老师，华讯会涨吗？打个电话进来，我带你买好不好？啊，不然呢，我也没有办法公开告诉你啊。对不对啊？我告诉你买股票，我昨天还讲，拜托，星星跟旺宏，别买，我都事先讲，小赔没有关系啊，你赚一点，你赔一点点钱，我会帮你赚回来啊。来看一下，你看星星，跳空下跌，有没有破底？这里又留下一个那么大的缺口。你来找我，你几乎在这里都卖光了啦。就算你手上还有，前两天我也叫你卖了啦。哎，前两天不卖，今天又差了十几块。啊，你还不停损？啊，是这样啦。破底耶，跳空缺口哎。旺宏，昨天快跌停。昨天加今天已经超过一根跌停板了，又再破底耶！中嘉老师人脉广，会员多啊，我有告诉你啊，我有一些会员在科学园区上班，他们也告诉我，有一些公司快要放无薪假了。其实有一些公司已经放无薪假，只是报纸没有报道而已。那他们买一些设备，哎，电子厂是不是要买设备？没错吧？本来固定每个月交多少设备，对不对？哦，每个月可能有比如说啦哈，每个月有500万、500万的设备要交。现在设备全部停下来，设备已经怎样？你知道吗？设备已经不能再交了，因为后面没有订单了，因为没有办法了。然后前面竟然交的设备，竟然哦。货款慢慢的缴，我不能说没缴货款，就等于说 delay， 不是很惨吗？对不对？我事先都告诉你，星星、星星跟旺宏，同学，不要说我没事先讲，我如果没事先讲哈，中嘉老师就不是厉害的人了。你看到没有，在破底，好。同学在这里，明天老师哪一只股票会涨？我还是一句话啦，明天会开低走高的。第一个你就注意啊，哎，我先讲好哦，不要明天开低走高，你又说老师你买后炮哦。今天创意是不是跌得很惨？明天开低走高，老师为什么？你看啊，创意今天开1430哦，1430还拉到1465哦。今天有一个同学啊，他怎样？他1430开盘价就买了，啊，1460就卖掉了，可不可以这样做？可以，这样也是赚钱呐、啊。啊，不卖掉呢，收盘1425。好，为什么创意会涨？来，他这一条叫季线。怀慈，你记得我讲过吗？事不过三，啊，他跌破季线，谈到季线第一次，跌破季线，谈到季线第二次。第三次是不是开高走高大涨过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过了季线，本来因为季线还在往下弯嘛，所以它回撤季线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刚好回撤季线，那季线你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小冒号，季线明天扣底是这一根，今天扣底是这一根，明天扣底是这一天，所以它的季线是怎样往上翻扬？哈哈，哎，老师教你们呢、欸。老师教你们呢、欸，明天开低会走高，昨天他就开高走高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你看，
外资在这里买那么多，投信在这里买啊，买了又卖掉啊，放心啦、啊，明天会开低走高，它没有那么烂，因为这一条叫季线嘛。好、啊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大盘，我们来看一下大盘，投资朋友不懂，我问你，大盘是不是跌破季线？跌破季线，对吧？大盘第一次破嘛，第二次破嘛，哎、欸，第一次不过，第二次不过，大盘是不是创新低？新兴电子是不是创新低？万宏是不是创新低？还有2376的技嘉是不是创新低？欸、跌13块，哇，几乎跌停了，是不是创新低？这一根黑 K 我就告诉你了，不对啊，当天就开高走低，跌了10%，死人了嘛。广达这一天开高走低就跌了10%啊，是怎样？你还看不懂？这一天人家在逃命，你看不懂？你看不懂不要看啊，你真的看不懂吗？你还在买？哎，从这里跌到这里，260几到跌破200，那你会说老师，你的股票有没有创新低？看一下，我的股票有没有创新低？我问你，创有没有创新低？没有嘛，一底比一底高啊！你看、啊、这个比这个高，这个比这个高啊！我问你，艾普有没有创新低？哎，一底比一底高啊！他没有创新低哎、欸，他大盘创新低，他连这个低点都没跌破哎、欸！你看一下，昨天外资买了3000多张。老师，他外资昨天买3000多张，今天为什么还会跌？外资搞不好昨天买3000多张，今天要卖1000张，不怕他卖，他卖完就涨，就这么简单啊！我告诉你的股票，来各位，威盛有没有创新低？没有啊，这一天涨停板我们出一半啦、啊。后来我是不是告诉你前天112买，收盘价127.5。昨天拉到128.5，差一档涨停板，那差一档涨停板要做什么动作？先卖。啊，今天呢有低，我又买回来。你看威盛有没有创新低？一底比一底高。外资昨天加码了7000多张，来看一下，导播我们来看一下，昨天买几张？7075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个电脑没有办法小一点，不过没关系，外资买了7075，看到没有？啊，昨天艾普外资买多少？外资买多少？外资买3000多张，来看一下，昨天买3000多张，艾普，昨天外资买25，今天26，是不是？好，昨天艾普啊，外资买多少？外资大买2301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是不是2301？好，那明天怎么做？明天我跟你讲三只股票，好不好？不管是艾普，不管是威盛，不管是创意，明天开高走低，开低走高。啊，如果开高呢？开高会震，但是还是会收高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解一下这个大盘。大盘今天是不是收最低？所以这个很简单的，我告诉你，明天会有一根下影线的一根红 K 棒。老师，为什么明天还会跌？美国股市还会跌啊？啊，外资卖了200多亿，你认为明天直接开盘涨100点，然后就冲上去啊？不可能。啊，明天开低会走高。老师，那明天那个技嘉会不会开低走高？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赌，我做有把握的事情。我知道谁会开低走高，我在这里我就告诉你。好，我们下半场回来，我要教258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教258，把它笔跟纸拿出来记哦。老师太厉害了，258，赶快加赖，赶快加赖，258我教你。好。好，谢谢钟翔老师的分析哦。台股今天创下几个月以来的新低点哦，操作难度真的很高。那么钟翔老师呢，要教大家如何当冲。广告回来之后，继续告诉你。
欢迎回到飆股急先鋒。中翔老师，这一段就要请教你哦。最近很多个股哦，他们办法说会好像都变成了法会，像是你看星星啊、智源啊、旺宏啊，还有昨天的联电，一开完法说会，他们的股价就走弱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好，我告诉各位同学，为什么法说都会变法会，都暴跌？很简单吧，今年本来在这里就不好。对不对？中翔老师有没有告诉你万宏的故事、星星的故事？那本来啊就是无薪假、啊、设备在这里 delay 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本来就没有订单啊，所以在这里法说前一天最好把股票卖一卖，你不要寄望啊。我们看一下在这里啊，一档一档来检验今天2303的联电法说，你早会去吧？早会去，开盘直接重挫。开盘直接重挫，对不对？3035的智源，对不对？昨天跌4%，今天再跌个2%，对不对？法说啊，你看昨天法说就重挫啊，啊，今天继续跌啊，啊，今天跌这一条是它已经破线了呢，它破哪里？破季线了呢，破季线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破季线破月线了呢，所以你看。昨天借券增加那么多哦，这真搞哎哦，你们都很厉害，你们都很厉害啊啊！我也告诉你啊啊，万宏法说跌停跌停，没有跌停跌停啦，等于一根跌停啦，因为昨天没有收到跌停，今天等于跌停嘛。那我问你，3037的法说，对不对？跳空，哎。法说完之后就跌，哎，那法说 说什么？那法说说什么？星星智源明年看俏，对不对？明年看俏，那什么叫明年看俏？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等年底才来买，明年才会好啊！你现在买那么早干嘛？人家明年会好啊！你现在就去买它，或是你不卖它啊？老师，我摆到明年，哎，本事就摆到明年嘛。我们已经赚完了，你摆到明年，你搞不好解套而已，对吧？好，我在这里已经这个都讲完了，我们有善尽告知的义务啊。讲完了，来，各位，我要教你258。今天你看多厉害，今天多厉害，来看一下，这一档叫爱普，我同学都知道，爱普我们很喜欢当冲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开盘以前，请同学挂372买。老师，我赔钱嘞，为什么会赔钱？因为我尾盘才冲掉哎。啊，老师不是跟你讲，当冲跟抢银行一样，赚到就跑啊，你不会跑哦，啊，你真的不会跑哦，啊，哎，跑明天再做啊。今天372买得到吗？保证买得到。这边一杀下来372，好，盘中拉到最高多少？378。我问你，尾数是2还是5还是 8？ 就是8。开盘374，所以你开盘以前你就挂372，后来又拉到378。啊，收盘多少？368。哎，老师你好准哦。老师这个哦，你太厉害了，你和258用的真好啊。我用258从来没失败过。对吧 ?372 你买得到，你可以卖到378。收盘368。啊，收盘又要买回来，嘿嘿，又是10块。啊，是收盘你买回来？对啊，不然呢？那明天会不会涨？你看嘛，明天会不会涨？你看嘛，来，智源，看到没有？厉不厉害？我教你厉不厉害？收盘318，最低点是不是？开盘是不是312？最高是不是325？哎，老师。开盘312我有去买啊，我325有卖掉，但是这一只股票因为它已经转弱了，所以我劝你们还是做当冲啊，不会做就先把它卖掉，我讲话负责任好不好？来，威盛老师，你开盘扣118附近买进，结果我买到119，119没关系啊，你可以卖到124啊，哎，他是唯一这个股票给你拉上来，拉到124块、欸。
盘跌得跟猪头一样，它给你拉到平盘嘞，你说强不强？老师，这不强啦，老师，哦，还是你的安国比较强啦，那、啊、拉到涨停板了，但是安国没有平盘给你买，它开高就上就冲上去啦，对不对？老师，还是杨志比较强啦，对不对？杨志啊、哦，开盘价2635嘛，对不对？最低263就是开盘价左右就是最低点，收盘收多少？278，看到没有？278，尾数是8吗？老师好像你养的，有很多同学都说，老师好像你养的，你都知道收盘价是多少，你说都知道盘中高低点是多少，啊，我就这么厉害啊，啊，我厉害，我没有常识哦，我还教你哦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老师是不是告诉你这个伟创，伟创没有破底啊，对不对？伟创是不是比那个？广达跟技嘉强，好，来，再教你们一下，伟创有没有注意到开盘价多少？928，啊，尾数是88，盘中最低是多少？925，是不是五？盘中最高多少？942，是不是二？收盘价多少？932。哦，老师，你这个价钱都你在定的、哦，不是我在定的、啊。啊，老师，你怎么都知道258？哪一个老师教你？你问我哪一个老师有教你？我从上节目我就一直在教你了，所以你不会做，赶快加赖。不会做，赶快在这里跟着我们做了。明天最好当冲，尤其是礼拜五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今天大长黑。礼拜五照我的经验，它一定会有下影线，100%有下影线。明天如果再次开低走低收最低，林中祥的招牌就被砸掉了。放心，明天一定有下影线，好不好？同学，不要紧张。你看我都笑笑的，因为我打算要赚明天那个下影线那个。同学。想不想赚？赶快加赖，赶快加赖。然后我会写，好，我会写，好，个股的差异很大，选错股你不要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股票一直破底，对不对？谁带你去买技嘉的？听说前面几个老师，啊，因为你不够认真嘛，也不当机立断，该停损也不停损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昨天当冲创意1480跟1520嘛。保证你买得到卖得掉，对不对？昨天金星科收最高嘛，随便冲都赚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前天的金星科跌嘛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它绝对会到405以上，结果到412嘛。艾普嘛，昨天外资大买了2000多张嘛，对不对？威盛昨天大买了7000多张嘛，对不对？它融券都大增，搞不好今天回补了。这个融券有没有 check out 昨天空到了，今天搞不好就补了。说实在啦。你空这个威盛，你也没赚到多少钱了、啊。你空这个艾普，今天少赚一点点了、啊，也没多少了。昨天你开盘价空，你到今天也没赚钱了、啊，因为昨天涨14块，今天跌14块，刚刚好 ，just make。好，明天怎么做？明天怎么做？好不好？同学，加赖就对了，交还给主持人。好，老师，那你认为明天会留下影线？那我们是要一开盘就去抢吗？有没有哪一些指标需要观察搭配呢？指标第一个看量价，第二个注意258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已经教的非常的详细了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中祥老师的分析哦。提醒您，买卖有风险，买卖前仍要审慎评估。更多的盘势分析，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《飙股急先锋》，再会。